主料：蛋2个，蜂蜜46克，盐3克，高粉300克，酵母3克，黄油20克。辅料：胡萝卜泥80克，高粉20克，水100毫升，芝士片2片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先做汤肉，芝士片撕开，与配料中的其他材料混合均匀。微波炉高火定1分钟，取出，搅匀后再顶30秒，取出拌匀，凉凉后盖保鲜膜冷藏1小时备用。将主料中的材料与之前做好的汤中拌匀混合，揉成能拉出薄膜的面团，发酵至 2.5 倍大，分割成想要的大小，滚圆，松弛20分钟，整形入吐司膜，最后发酵，把制模具拔到9分满，预热烤箱180度，表面喷水35-40分钟。烹饪技巧：我做了一个大吐司膜，还有个小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